大家好，咁我叫 Samuel 啦，梁志峰。咁我系咧 Monway 香港中国区嘅第一位紫钻级嘅领袖啦。咁其实首先好欢迎你咧去同你朋友一齐睇呢个影片嘅。咁我相信咧，通过呢个影片之后咧，你会更加了解 Monway 嘅产品啦、因公司背景啦，甚至乎佢呢个事业机会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当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咦，原来人生可以咁样选择，同埋你可以咁样过生活嘅。咁究竟 Monway 嘅结果系你以前嘅选择同埋你嘅行为而导致嘅？咁但係喺选择嘅过程当中，我哋都成日问自己问题㗎啦，係咪？包括我自己都係，究竟我嘅梦想係咩呢？或者你都可以问自己，其实我而家工作开唔开心呢？或者我今日去想同边个见面呢？我能唔能够改变我嘅人生呢？或者我真係想咁辛苦咁工作吗？定话想轻松咁工作呢？其实我想赚几多钱先叫够呢？或者我能够做啲乜嘢先至喺别人嘅生命上面创造一啲唔同呢嘅地方嘅成果呢？啊，无论你可能今日系一个医生、一个教师、啊、或者可能结咗婚，系咪？或者可能你系一个作家，你一个嘅单亲妈妈，或者你系一个生意人，或者你系一个嘅消防员都好。我相信呢，我哋都系选择咗呢个嘅结果。如果我今日话俾你知，你绝对可以因为选择 Monway 而改变你人生，甚至乎你唔需要作为你嘅钱啦，唔需要作为你嘅支出啦，或者你还嘅卡数啦而担心，甚至乎你可以藉着 Monway 平台去完成你人生嘅理想嘅话，你愿唔愿意开放下你嘅思维，或者我哋叫 open mind 啦，去了解下 Monway 系啲乜嘢呢？咁其实我经常都会问自己，或者我问身边朋友，其实你有冇理想呢？你系咪真系想达成呢？我可以话俾你知 ，Monway 绝对可以达成你人生理想。你可以藉着 Monway 去发展你自己生意啦，甚至乎 Monway 会送好多唔同嘅免费旅游去俾你啦，免费环游世界啦，甚至乎咧，因为 Monway 你能够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甚至乎真正拥有自己物业啦，系咪？最紧要就系你可以达到一个叫财务自由，就是、我哋叫residual income 被动收入嘅状况，就唔需要工作都有一样不断有收入甚至乎你可以为你嘅子女、你嘅下一代嘅教育着想啦，甚至乎你能够去提早享受人生，中意工作时先工作，哇！呢种嘅咁嘅感觉同埋生活嘅质素，哇！真系不得了，系咪？所以啦，你绝对可以今日去选择 Monway， 就你选择我几时工作，第二我在哪里工作，第三就是跟哪个工作，甚至乎我喜欢工作时先工作。哇，这个就是 Monway 能够带给你一个的好的人生生活质素。Monway 的创办人 Dan Larson 他讲一个就是 Monway 就是 a more meaningful life， 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其实呢 ,Monway, 我认识 Dan Larson 呢个人呢是非常之好，同埋非常有 heart， 有心去经营 Monway 这个的公司啊，佢话 Monway 唔一定系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但系佢可能系对世界嚟讲最好嘅公司，就系、是、一个付出去帮助别人成功嘅公司。咁究竟我哋可以点样藉住 Monway 嘅平台，系使到我哋每一个都有一个更有意义嘅人生呢？咁其实 Monway 咧系运用一个叫做网络行销，就系、是、一个21世纪嘅经营模式去开始盘生意嘅。我相信大家啦，即系有啲可能你收看呢个嘅影片嘅时候，你可能系本身打紧工嘅，系咪？有啲可能已经做紧生意，甚至乎有啲系做得生意都唔错啦，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可以分析俾大家睇一样好简单概念。富爸爸穷爸爸作者咧，佢曾经几年前就出咗本书叫《富爸爸的商学院》嘅。咁佢话咧，基本上咧，网络行销一个咩嘅行业咧，系一个低成本、冇风险，甚至乎可以赚取一个巨大嘅被动收入嘅行业嚟嘅。你话喂，系唔系真啊？咁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我都自己试创业啦，系咪？咁改变人生嘅三大选择嘅啫，系咪？即系起码你改变人生就系改变咗你自己工作嘅模式先啦，系咪？好啦，咁第一种，你如果你系本身系一个打工嘅，可能你第一步都会去谂点创业，去点去做生意，系咪？咁但系咧，做生意系点咧？需要 idea 嘅。要时间啦，仲要大量金钱投资啦，仲要投资咗之后你唔知道有冇回报先至最大问题。因此好多时咧喺统计上面都已经讲啦，经过3年嘅创业之后咧，一般咧九成我讲紧嘅公司咧都系倒闭嘅啊，因为创业难，守业更难。后尾咧就开始啦，咁有啲人咧就开始会咁啊，不如我去
唔好自己建立品牌啦，不如我得去经营一个品牌去做啦。譬如举例，而家有啲人会去开 Seven 啦，去 OK 便利店啦，甚至乎去 Starbucks 啊等等呢啲。咁其实咧系好嘅，不过咧如果你要特去经营嘅话，因为人哋已经设计晒一个好嘅系统、好嘅 system， 你只要跟住做同埋有晒培训俾你嘛。但系起码你要投资$100,000以上，咪系咪又每一个人都能够攞得出$100,000出嚟去投资一个嘅特许经营企业呢？咁甚至乎，如果做 7-Eleven 嘅话呢，你真係人生变咗 7-Eleven 啦，朝七晚十一都要可能喺个铺头里面去做嘢，咁系咪又系我哋想要嘅生活呢？而呢，我当时两年几前就选择咗去加入 Monday。咁点解咁我去选择 Monday 呢？因为我认同 Network Marketing 呢个平台。咁而呢，甚至乎 Monday 平台呢最重要就系佢即刻就可以开始。又冇风险喎。因为太简单啦，再加上系正手成功，因为已经有好多人咧喺 Monday 里面已经系赚取到佢想要嘅收入啦。咁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个好低嘅成本去创立一个国际性嘅生意啊！你可以做咗23个唔同嘅国家，基本上其实你少过1,500已经开始呢盘生意嘅。咁所以你话Monday 其实系可以好简单、好轻松咁样开始，每一个人只要佢愿意嘅话咧，佢都可以开始嘅。咁当然啦，其实有好多人都可能佢对呢个网络行销啲行业好陌生嘅。但我今日就去首先简单介绍咩叫网络行销先咯，或者我哋叫 community commerce， 就商业社群啲模式。其实呢个模式咧系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啦。其实最表表姐就 Amway 啦，系咪？咁但系咧而家咧21世纪已经好多唔同嘅公司喺呢个世界上面系超过5,000间嘅我哋叫做网络行销公司，咁每年系产生咧1,322亿嘅美金嘅销量啊，呢个产业咁，甚至乎会比咧呢个电影业啊更加厉害。咁你见点样全球咧系已经超过8,700万个嘅网络行销嘅经销商咧喺全世界分都经营紧呢盘生意。咁呢盘生意好处就系话咧，你系冇限制过啊，你喺屋企做又得吓，喺街边做又得，你开间铺做又得，甚至乎你周围飞嚟飞去咁样用国际化去做又得。最重要就系咧，7日24小时都做得吓，咁要先最紧要。因为举个例啊，点解咁讲咧？举个例，如果你介绍咗一个朋友，佢嘅朋友原来系喺美国嘅，咁喺美国产生嘅业绩原来系同你香港有关嘅，或者你喺一个人喺成都，你喺成都有个团队，我跟住喺上海有团队，跟住喺新加坡有团队，跟住喺德国有团队，呢啲人所产生业绩咧都同你有关，即系话其实你瞓觉嘅时候都可能有好多收入系带俾你嘅，呢、这个就叫网络行销嘅吸引性之处，系一般嘅传统生意系做唔到嘅吓。咁、但系喺咁多间直销公司或者我哋嘅网络行销公司当中，点解我哋要拣 Monday 咧？因为咧好简单 ，Monday 公司咧系喺咁多间网络行销公司当中咧，佢系只系用咗短短7年咋，2005年先喺美国开始，短短7年已经成为全球10大嘅网络行销嘅企业，咁呢个系非常夸张，系破晒好多网络行销纪录。佢虽然年轻，但系够大嘅公司同埋够稳阵，佢全球最快达到10亿美金业绩嘅网络行销公司，系打破晒所有直销公司嘅记录噶。咁甚至乎佢7年里面咧，系每星期都准时发放奖金。嗱，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对于我哋经销商嚟讲，系咪？咁甚至乎咧，佢已经发超过10亿美金嘅奖金啦。你谂下，佢发奖金都超过10亿，有好多有好多人建立嘅一盘生意，佢做1亿都未必做到，系咪？咁所以系亦都非常犀利。喺2009年啦，即系短短当时4年啦。Monday 已经上了一个叫 INC500， 就全美500大增长企业，在食品及饮品界是直接拿第一名的。甚至乎当时 Microsoft 第一次入榜啊，佢都是排84名嘅啫。Monday 是非常之犀利嘅，甚至乎在2009年都拿了叫 Ernst & Young， 就全世界4大会计师楼安永都颁奖给我哋嘅创办人啦 ，Dan Larson 嘅，咁佢咧系攞咗年度企业家大奖啊，甚至乎2010年咧系上咗 Ernst & Young 嘅 Hall of Fame， 就呢个叫名人堂嘅，吓喺呢个纽约嘅总部啦。咁而我哋公司咧都系拥有4项嘅专利，
咁点解 Monreal 嘅屡创佳绩呢？系因为我哋一班咧绝佳嘅领导团队。咁啊 ，Dan Larson 喺中间呢位啦，佢本身咧喺网络行销界里面都有20年嘅管理经验。咁而咧右边就叫 Wendy Larson， 咁其实佢喺 training 咧培训方面都非常厉害嘅。咁而左边嗰个啦就系 Harry Mars， 佢系四届奥林匹克嘅选手嚟嘅。因为佢哋咁有心同埋咧咁自律嘅一班人咧。而唔怪得 Monreal 能够打破无数纪录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同佢合作咧系非常之有信心去经营嘅经济分析及预测企业啦，呢间叫 Maria 呢个企业啦，咁佢自己都讲啊，佢话 Monreal 最辉煌嘅时刻咧系喺嚟紧我哋面前啊，就呢5至10年啊，而唔系以前嗱，虽然以前已经非常之劲啦，但系无论喺咩地方度啦，而家先真正系 Monreal 最佳发展时期，点解咁讲呢？因为嚟紧2013年嘅第三季咧，最劲嘅市场就是中国市场会正式启动，香港、中国系一个最佳最佳嘅时机咧，系而家就要开始 Monreal 盘生意。咁讲到咁犀利咧，究竟 Monreal 系做啲咩嘅产品嘅咧？佢产品有咩优势咧？嗱，如果我同你分享就话 ，Monreal 嘅产品咧，短短7年能够产生40几亿美金嘅营业额嘅话咧，甚至乎全球销量系超过2亿樽啊！行销咗23个国家，你觉得呢个破嘅呢个产品有咩独特之处呢？有咩优势呢？同埋点解会咁多人买呢？系咪？如果咁嘅时候，你觉得中国、香港、亚太区市场，其实我哋都系啱啱开始嘅时候，我哋如果而家就已经启动呢个事业，其实对我哋嚟讲有几大嘅时机同埋市场呢？咁而家我就去正式去分享呢个产品究竟有咩优势嘅。咁首先咧，我哋一定要了解啲常识先啦。其实好多人以为发炎系一啲小事，其实绝对唔系小事嚟嘅。而家现代自然医学咧嘅专家发现，其实90%嘅慢性病啊，系源自三大理由嘅。第一就系自由基过多。咁自由基其实你食烟啊、饮酒啊、压力啊、情绪啊、运动啊、呼吸都会不断产生自由基嘅。你过多就唔好，过多会令到我哋。第二就系血液嘅酸性会过高。咁血液酸性高嘅时候产生好多问题嘅。主要问题就是令到我哋个细胞去发炎啦。咁当我哋细胞发炎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多嘅百病就会重生。举个例，譬如唔同嘅湿疹啊、慢性病啊、炎症啊、关节炎啊，好多问题都会产生嘅，甚至乎癌症都系由炎症开始嘅。咁因此咧，其实科学家提议就系每日去摄取足够嘅抗氧化物质咧，系对我哋健康非常之有帮助。越高抗氧化嘅嘢，因为抗氧化即系抗老化，即系抗癌症。咁其实巴西莓咧就系全球最高抗氧化嘅水果。其实我都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就话其实我哋每一日。究竟食唔食足够7至9份唔同颜色嘅水果呢？系咪？你自己都好心里有数啦，系咪？唔好话7至9份啦，一份都好难食到啊。咁但系 Monreal 咧，佢用呢个巴西莓就是、全球最高抗化水果，加埋18种唔同颜色嘅水果咧，导致我哋全方位改善体质嘅。你知嘛？巴西莓即系 acai berries 啊，佢咧嘅抗氧化指数咧系去达到1027，甚至乎比蓝莓啊嘅抗氧化指数都要高。4倍，比红酒最高33倍，呢个就系咧 Monreal 能够做到嘅抗氧化啦。咁而咧，其实巴西莓咧系好罕有嘅一个种生果咧，系能够发现到好大部分嘅营养成分嘅。佢好多唔同嘅多酚啦 ，omega 369都有啦，植物固醇啦，甚至有 iodine 系对辐射好有帮助啦，系抗辐射啦。其实 Monreal 就咧系有19种唔同颜色水果。喺晒一隻嘅果汁里面，咁而家系非常高能量嘅果汁嚟嘅，你见好多水果咧，其实即系你我唔讲，你都唔知咩嚟嘅，未食过新鲜系咪？但 Monreal 已经摆晒里面，所以其实 Monreal 嘅价值系非常之高嘅。咁 Monreal 咧，我哋系有几种唔同颜色嘅果汁俾你去选择嘅，咁最基本咧就系 Monreal Essential 就是紫色呢只啦，咁紫色呢只其实系适合任何人士都饮用嘅。任何年龄都得嘅，小朋友啦、孕妇饮得嘅，佢系维护 DNA 嘅健康啦，可以维护骨胶原啊，让我哋皮肤更加靓啦，修补细胞啦，抗氧化啦，系同埋提升我哋免疫能力啦。咁而绿色呢只就叫 Monreal Active， 咁就喺 Monreal Essential 就紫色呢个配方里面咧加咗葡萄糖胺就成为绿色呢只啦。咁而咧当然佢拥有紫色嘅全部 function 啦，咁再加上咧佢特别加咗葡萄糖胺咧，葡萄糖胺去对关节。
同埋嘅灵活性同埋柔韧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而甚至乎 Monroe Active 咧系做咗好多临床实验啦。咁好多人咧饮咗之后咧，经过12个星期咧，系佢嘅关节嘅柔韧性啦、痛症啦、等等都全部减轻嘅。咁所以系呢个非常之好有果效嘅。咁红色咧就叫 Monroe Pulse， 佢特别加咗植物固醇同埋白藜芦醇嘅。咁其实咧喺科研嘅咧，白藜芦醇已经证实咗系抗癌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嘅。咁其实白藜芦醇咩嚟咧？系一啲系紫色嘅水果嘅皮里面抽取嘅成分嚟嘅，系非常有效嘅抗氧化剂。咁所以如果有啲三高人士啦，譬如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嘅咧，绝对一定要饮红色，系非常有帮助嘅。咁甚至乎佢对血管啦、心脏咧系好大果效嘅。因此，如果心脏有问题嘅，特别心脏病，其实全世界咧系头一二号嘅杀手嚟嘅。所以饮 Monroe 嘅 Pulse 呢只嘅红色咧，系对我哋心脏有帮助。咁而咧，2012年咧喺香港就出咗一只叫做 Monroe Mass， 就系银色嘅只 Monroe Mass 就犀利啦。佢将啲紫色、绿色同埋黄色，喺美国我哋有只黄色嘅配方咧，系加咗落去嘅，系将三合一，甚至乎咧佢除咗19种水果之外咧，系加咗11种蔬菜。举个例，有灵芝啦，系咪？灵芝对面利好啦，番茄啊，红菜头啊，对血好啦，系咪？叶黄素对眼睛啊、飞蚊症嗰啲可以帮助嘅。咁等等啦，呢啲嘅成分咧都系对我哋身体非常之好嘅。因此，颜色系一支唔单止只果汁，系一个蔬果嘅高营养嘅果汁，甚至乎咧。呢只颜色系加咗一只叫做 Wellmoon 嘅成分，咁特别咧系对流感啦、伤风感冒系非常之大帮助嘅。有啲人咧，譬如如果作感冒嘅时候啦，咁基本上佢饮半支 Monroe 当日啊，甚至乎一支嘅话咧，其实佢已经当日啊，好快就已经个感冒已经退咗啦。咁再加上咧 ，Monroe 本身嘅产品咧，佢系攞咗好多专利嘅四项专利啦，甚至呢个 Acai V。因为 Monroe 是全球第一间公司将巴西会引入市场的。咁呢个 Acai V 是 Monroe 的专利嚟嘅。咁甚至乎有一个叫 Elevilos， 就呢个多酚的含量呢是比普通巴西会，因为巴西会不是只 Monroe 有的，虽然 Monroe 是全球世界第一间公司，咁但呢是比普通巴西会都高10倍以上嘅。咁而再加上呢 ,Monroe 呢佢有一个叫生物活性技术啦。咁呢佢是确保能够咧，我哋饮咗之后咧，佢吸收率达到95%以上。呢、这个先至最紧要，就系我哋用咗，我哋花金钱去买咗产品之后咧，最紧要系我哋吸收到先最紧要，系咪？咁譬如好多时喺出边买一啲丸状嘅营养食品咧，佢吸收率可能达到只有30%至50%嘅啫。粉状可能得50%至60%。Monroe 嘅果汁咧，一般嚟讲系80%。当有咗呢个包 essence 嘅技术嘅话咧，其实咧你绝对可以去到95%以上。呢、这个就系 Monroe 能够确保有保证嘅，系能够你所付出嘅金钱系绝对有回报嘅。咁而本身 Monroe 嘅 product 咧，都有一个好强大嘅科研团队啦。咁基本上咧，好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自然医学嘅医生啦、营养师甚至乎中医啊，都一齐研发呢个产品。因此咧 ，Monroe 嘅产品你绝对放心去饮用。咁甚至乎佢 Monroe 咧系有多个系列叫做 Monroe Review， 就系呢个体重管理系列嘅。咁而咧呢个体重管理系列咧，其实佢个概念好简单，就系我哋用少食多餐啦，同埋咧令到我哋血糖嘅指数系好稳定咧，而令到我哋咧去能够做到一个瘦身嘅果效嘅。甚至乎咧一个世界级嘅健康管理同埋健康专家咧，呢个叫 Mark McDonald 啦，咁佢都成为咧我哋 Monroe 咧 Review 嘅代言人嘅。我哋系好荣幸能够有一个咁犀利嘅管理团队啦，同埋一个咁犀利嘅专家去帮我哋去做代言人啦。因此其实喺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见证，就系佢饮咗 Monroe Review 之后咧，系一个好大嘅果效啊！你见啦，好多人咧都瘦咗身啦，苗条咗，靓咗个，甚至乎，我相信咧你会意识到而家咧系一个健康产品嘅趋势啦，我哋叫财富大波啦。咁咧，你知唔知健康产品一年啊系讲紧有19000亿？美金嘅生意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就算占到1%，已经不得了啊！咁体重管理亦都系啦，能量饮品都系啦，咁而我哋 Monroe 咧系把握住好强劲嘅市场趋势咧，所以而家国内市场一触即发嘅话，我哋一定要好好把握呢个嘅趋势。咁你话 Monroe 真系咁犀利？其实我哋真系要睇睇究竟呢个世界发生咩事。Monroe 自2005年至今啦，是唯一一间公司能够每25日
创造一位$80,000富翁嘅网络行销公司。点知 Monu 而家咧已经有超过160位$80,000富翁喺 Monu 诞生。咁而甚至乎啦，美国两届总统嘅经济顾问 Paul Singpisa 咧，佢都讲啊，佢话2016年啊，美国经济我相信唔止美国啦，系将会产生2000万个新嘅百万富翁，而佢咧一定会喺呢两个新兴行业产生，就是、第一保健行业，第二就直销行业或者我哋叫网络行销行业。因此咧，而家系一个好嘅时机去开始 Monary。其实去开始 Monary 嘅事业咧，非常简单嘅啫。个概念就好似当你睇完一套好好睇嘅戏，你好自然咧会同你朋友分享，哇，蝙蝠侠或者蜘蛛侠，哇，几好睇啊！哇，个主角做成点啊？喂，你一定会去睇下，系咪？咁而咧，嗰个朋友自然就会去直接去戏院去睇戏，咁而咧佢就会购买戏院嘅门票啦，就去享受呢个嘅产品，我哋叫戏一套戏啦，系咪？咁而其实 Monary 一样就系、是，当你饮咗觉得好，哇，觉得有感觉、有感受嘅时候，你好自然去 sharing， 好自然去分享俾别人嘅。当别人直接向 Monary 购买产品嘅时候咧，当然佢有一个介绍人啦，一定系由你介绍啦。咁而公司咧就好似一个广告费咁，俾翻啲嘅奖金嚟嘅。咁而我哋公司咧就有9种唔同嘅奖金啦。咁而啲制度咧非常人性化噶，我哋用一种叫双向制加太阳线 combine 合成埋一齐嘅制度，就系将双向制同埋太阳线咧呢两种嘅优点都摆埋一齐，佢人性化不归零，积分系无限累积嘅。咁而主要呢，我哋有一个叫团队奖金啦，淨係了解呢个团队奖金就你已经知道嗰个爆炸性同埋嗰个嘅我哋叫 passive income， 其实主要就係团队奖金到嚟㗎喎。咁所以我哋正经用呢个团队奖金去介绍下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你去经济自由㗎喎。咁如果你想享有 Monary 嘅奖金计划嘅优势嘅话呢，非常简单，只要你成为 Monary 嘅经销商，咁你已经可以开始呢盘生意㗎啦。咁非常简单，就係、是、你可以选择500PV， 即係买5送1，6箱开始，咁我哋一个月嘅经营权俾返你啦，平均一支$273嘅，咁你自己飲又好，或者 sharing 俾朋友去分享俾朋友都得，係咪？另一个概念就話呢，可以用一个更好嘅计划，就話1000PV， 而一年呢就 total 係3200PV， 咁我哋呢叫28箱开始，就有一年嘅活跃计划嘅。咁点解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年活跃计划呢？我正会解释俾你知。最基本有原因就是因为佢平均价最平啦，咁再加上咧一年里面系唔需要再投资任何钱，你已经一年嘅活跃权，就是、一年你已经可以经营盘生意同埋累积分数嘅。咁而经营盘生意咧最简单最简单就话你首先第一步系推荐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最好喺48小时内啦。咁而咧你就成为明星叫 star。第二步就话你推荐咗两个朋友之后，你要尽快協助呢两个朋友去了解 Monary， 甚至乎呢佢都係推荐同一样去推荐两位新嘅朋友嘅。当佢哋去成为明星嘅时候呢，你就成为明星创造者。所以其实我哋呢盘生意非常简单，就係、是、第一你先成为明星，就係、是、推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第二就係、是、你協助呢两个朋友都成为明星，就是佢哋都直接推荐两位新嘅朋友，咁咧你已经可以好稳定咁开始盘生意啊。第三就系重复不断做呢两个动作。咁可能你会问，究竟点样先为之最正确同埋最有效去开始 Monary 盘生意呢？咁其中我俾一个好重要的例子，就系首次订单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呢个我哋叫 PV 文化啦，即系话你嘅团队系会好自然咁咧学习你第一次嘅订单，同埋复制你第一次订单去点做喎。举个例，如果你係3箱开始嘅话，你朋友好自然都问你究竟你点开始呢，你搭3箱嘅时候好自然佢哋都会3箱开始。我见过好多例子呀，即係如果佢6箱开始嘅，即係500PV 啦，佢嗰啲朋友自然都会录500PV 开始。但有啲人呢係直情一开始就决定一年计划，係咪？因为产品非常之好，同埋佢都愿意去 commit 一年去经营盘生意。佢28箱开始嘅话咧，佢推荐出嚟嘅人啊，全部都系28箱开始嘅。你话喂，究竟有几重要呢样嘢？好简单，嗱，我举个例子，当你直接介绍两个朋友嘅时候，就是、你 level one， 你会赚到几多钱呢？如果你系3箱开始嘅，主要团队奖金嘅话咧，你系赚到$30。但如果你系500PV 开始，你复制嘅都系500PV 嘅话咧，你就会有$50。如果你系一年计划嘅话咧，你复制出嚟嘅，你第一 level one 就已经$320，但可能你会觉得，切唔系好多啫，唔系相差好远啫。但第二层呢，如果你介绍嘅朋友再复制多一层嘅话，其实你见 level two 呢，第二层啊，
一年计划开始嘅，同三商开始，佢哋系相差十倍嘅奖金。咁甚至乎，如果去到第三层，就是、你介绍嘅介绍嘅介绍啦，佢哋加入咗之后咧，其实一样系相差十倍以上嘅。咁你可以见到咧，其实速度同埋咧首次订单系非常重要嘅，因为你嘅团队系复制嚟嘅。当然，你可以选择三商、六商或者28商开始，依个系你选择。但系究竟你想喺呢盘生意系赢得精彩啊，定话好平平凡凡开始咧？呢、这个嘅决定权喺你身上，但系我系好希望去帮助你去赢喺呢盘生意赢出嚟嘅，咁所以我建议就系28商一年计划开始系最好最好最好嘅选择。当你开始咗呢个事业之后咧，其实你都会不断介绍新嘅朋友，你会放左边或者右边，不断摆左摆右摆左摆右，咁咧而咧你就慢慢建立你个团队出嚟噶啦。咁当然你团队即系你介绍出嚟嘅人，佢哋都会不断去复制，不断去再介绍新人啦。如果你去到一去到二，二变四，四变八，去第十层咧，其实第十层就系你个团队已经有2000人啦。你谂下，如果呢2000人每个月佢都饮两箱啫，其实你个奖金都不得了。呢个嘅生意咧好简单，就系、是、我哋系每星期计数嘅。如果你左边有1000箱业绩，右边1000箱业绩，我意思每星期啦。咁之后咧，10万分撞10万分嘅话，你其实一个星期可以最多落到$10,000嘅奖金嘅。永远记住，只要你肯活跃，如果你加入咗一年嘅话嘅话，即系话你一年活跃啦，咁已经咧，其实你喺一年里面咧不断累积分数，不断都可以碰奖金噶啦。咁而呢我哋呢个团队奖金呢係要小编计数嘅。嗱呢个上面有例子啊。举个例，如果你左边一星期係产生14000 PV 嘅业绩，而右边係产生10000 PV 业绩，咁我哋一箱100分计，咪你当周就会有$1,000嘅收入，就係、将小编嘅分数乘 10%， 就係你当周嘅收入係非常之好喎。咁当你左右边嘅团队人数不断增加呢，业绩不断增加嘅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呢去升做唔同级数嘅领袖啦。咁而唔同级数领袖当然有唔同嘅奖励啦。举个例，如果你成为一个金级领袖，平均啦，呢、这个呢係2011年呢一个金级平均嘅年收入啦，以美金计，其实可以攞到$53,000，即是40万港币到啦，都唔错㗎喎，係咪？咁如果去到 Diamond, 即係钻石级嘅话呢，其实你平均都$2,400,000一年啊。咁而好似我咁啦，我去到一个叫 Purple Diamond 嘅话呢，咁其实呢平均收入呢係$670,000一年喎。咁当然 Purple Diamond 业绩就话你一个星期可以做到600箱业绩啦，咁仲要连续3星期啦，咁其实都唔错㗎，不得了㗎。而当你去到黑钻更加犀利，一年是讲$912,000的收入，哇，其实你真的都挺好使，是不是？而在每一个不同的级数都有得添不同的奖励的。当你去到金级，哇，你会可以去到金级的旅行，有3日2夜旅行。主要我们香港的会员或者国内会员就去台湾可以。如果红宝石的领袖，你可以去一个4日3夜的 Ruby Fly, 我们叫做红宝石之旅。如果当你去到钻石级的话，哇，仲正，有6日5夜。夏威夷猫儿岛一个钻石之类的，咁我自己亲身去过都非常之好玩啦。咁当你去到黑钻级嘅话，公司甚至乎咧系可以俾你供车，供一架 S500 Benz Mercedes 咧呢嘅房车嘅豪华车，甚至乎有个黑钻之类嘅。如果当你去到皇冠黑钻，仲失嚟去送法拉利啦、兰姆基尼等等呢啲名贵跑车嘅，所以其实你有 Monday 系可以完成到好多男士嘅梦想啦。当然女士当然佢可以用呢啲奖金去买衫啦，哇，不得了系咪？其实复制是非常重要，因此 Monday 它设计了叫做 MVP 的系统，就好像 Seven 有 Seven 系统， Starbucks 有 Starbucks 系统， Starbucks 它每一杯咖啡每一杯 Mocha 全世界的味道都一样的，这样才厉害。所以系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复制同一个做法，有同一个工具去帮助我们，也都不会说有藉口就说喂我不懂做，其实公司已经提供了所有的这工具和教学课程给大家了。在 Monday 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已经有一套确实已经证明可以预计和可以复制的活动形态去教大家怎样去经营 Monday 盘生意。小成功靠自己，大成功一定靠团队和系统力量才有效复制到人才和领袖的。人生不一样的结果的。因此啊，我强烈建议呢，高级套装就话呢，你用一个一年计划28箱开始，即是投资23000元啫，你已经可以去开始盘生意，甚至乎你绝对绝对可以话俾你知，
你的梦想绝对不是梦。因为呢，当你下定决心去做出行动的时候呢，你绝对可以去改变自己，成就他人。咁喺呢度呢，我有少少建议俾大家去点样开始盘生意嘅。咁当你加入咗之后啦，其实我建议呢，你首次订单系用一年计划去开始系最好嘅。头先所讲啦，复制非常重要，系咪？咁另外就系加入呢个自动订购计划呢，系确保你嘅分数系可以不断累积喎。仲有熟习 MVP 呢个嘅训练系统，能够呢好有信心去经营。另外就是阅读一些开始事业手册，我们会提供给你尽快介绍两个新的朋友，还有可以跟一班朋友一起，同埋你的介绍一起组织一个家庭会议或者叫做 tasting party， 去 sharing， 去分享这个果汁，跟着再参加一些说明会，我们团队的一些说明会逢礼拜三日一些研讨会同埋一个训练会，你可以更加了解 Monu 的这个生意怎么做的。我建议今日你就要决定去正式开始同 Monu 一齐咧，创造一个更有意义嘅人生。当你立即加入同埋即刻开始行动嘅时候咧，其实你人生嘅将来就会不一样。与其我哋两年后、三年后，我嘅你人生同今日一样嘅，不如我哋做人生有少少不同、少少嘅唔同，导致我哋人生咧系可以有一个更好嘅选择同埋更好嘅光景啊！但你话喂，我谂下先啦，可能谂一两日咧，俾啲考虑时间我啊，冇问题嘅。但我可以俾一个好实际嘅数据俾你知，其实我哋 Monu 呢间公司咧，每一分钟喺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新嘅经销商嘅加入。究竟你要等几耐呢？可能有机会就话你因为迟几日而你损失咗几千人喺个团队，绝对唔出奇，系咪？因此，既然你已经有一个咁详细嘅了解嘅话，对 Monu。我建议你今日就开始先试用产品，先好运用产品，同埋好 study 去研究 Monu 盘生意嘅话咧，我保证你绝对人生不一样，甚至乎可以比我更加厉害，比我更加开心。而咧，我希望好快能够同你见面，好快咧能够同你去分享我喺 Monu 盘生意里面咧一啲嘅成功嘅喜悦啊！咁所以你今日睇完呢个 video 之后咧，今日就作出一个有质素的决定，同你介绍一齐咧，去开始去加入 Monu， 甚至乎咧订购首次嘅订单，尽快开始介绍新人。呢、这个咧系唯一一个最好的选择，就系、是、take action 行动，先能够真正改变你人生嘅。咁我哋今日分享啦，就到此为止啦。